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Rejoice English. 今天我们要来用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台词来练习如何亲耳听，如何专注的聆听并且复制声音 ，focused listening.其实这一部电影是在我自己的年代之前，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太有名了，这一个台词也实在是太有名了，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电影名句里面的前十名。 The name of the movie is Sudden Impact， 电影的中文名字叫做拨云见日，它是 Clint Eastwood 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电影里面， Clint Eastwood 扮演一个叫做 Dirty Harry 的警探，非常的孤僻但是很厉害。我们今天就会用这部拨云见日的电影里面的一句台词来练习深度的聆听还有 copy 的习惯。等一下我们所练习的这些过程，请记得它不是只是为了要学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句话，而是我们要有意识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应用在我们以后所要练习的内容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要练习这一个 give your ears， 把我们的耳朵给出去，能够放在声音上面，还有 use our heart， 用我们的心能够专心的聆听，要达到这样子的目标，有接下来的几个步骤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有点像是我们的目标是要能够用心的去聆听和拷贝，而现在我们要练习用哪一些步骤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目标，以至于以后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习惯。首先呢，我们会先看一整个影片的片段，在那个片段当中我们会对那一个台词我们所要练习的那一个部分有更完整的印象还有概念。在阅读上面这可以叫做前后文，也就是它的 context。 在这个第一个部分里面，我会建议就先不要去看台词，不要去看它的字幕，我们就是先整体的把一个完整的印象先放到我们的脑海里面，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不用想太多说它的意思是什么，而是让整个这个情境把它的意思给我们，我们是对整个背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我现在会先跟你解释一下，我会先跟你讲一下接下来的场景当中会发生什么。第二个步骤是在那个练习的部分，我们要能够了解它的前后文，我们看着字幕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再来暂停，重新再放一次，暂停，重新再放一次，暂停，重新再放一次，用重复聆听的方式，让那一个段落、那一个声音、那一句台词，好像印在你的脑海里面，长在你的耳朵里面，就好像那个声音进到你的脑袋里面去那样子。第三个步骤呢，才是去复制那个声音。所以我们是先了解它整个的意思，然后专注到一个句子里面，重复的去听那个句子，听听听听听，听到你觉得它已经在脑袋里面，我不用播放就听得到那个声音，然后再开始复制的动作。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电影的片段。这一位名叫 Dirty Harry 的警探，每一天都会到同样的一家商家里面买一杯咖啡，但是今天他走进去的时候，周围看起来好像情况都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每天服务他的女服务生却加了超级多的糖在他的杯子里面。虽然由 Clint Eastwood 所扮演的 Dirty Harry 这个主角在拿咖啡的时候，他在看报纸没有发现任何的异状，但是当他从这个小餐馆走出来之后，里面我们就发现原来正有一个抢劫发生。而当 Clint Eastwood 在路上走走走的时候，喝了一口咖啡发现怎么这么甜，在这样子的同时，里面的那些抢匪开始抢钱，要这些顾客还有服务生他们身上值钱的物品，叫他们全部都要交出来。画面一转， Dirty Harry 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跟他们说，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这边买一杯咖啡，但是今天他们却给了我一杯超级多糖的咖啡，我只是回来要做客诉的。但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们只是回来客诉的。那这个抢匪就问说，你们
你们是谁？你不是只有一个人吗？ Clint Eastwood 就从他的枪套里面拿出他的 Smith & Wesson Model 29， 也就是说那把手枪是由一家叫做 Smith & Wesson 的制造商那家公司所制造的。那他就是说，我史密斯和 Wesson 要来停止你们做这个抢劫。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就是一个蛮有杀气、很有酷帅的一个台词就对了。那当然，我们今天那接下来就会出现我们今天要深度练习的台词，叫做 "Go ahead, make my day"。它的意思比较像是你可以试试看。那 "make my day"、"make my day" 这一句话其实本来是好的，就是你让我非常的开心。那这个地方有点像是反讽，又很有酷帅，又有一点点讽刺的那种意思在里面。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在没有字幕的情况下面，一起来看这一段。Every day for the last 10 years, Loretta there has been giving me a large black coffee. Today she gives me a large black coffee, only it's got sugar in it. A lot of sugar. I just came back to complain. How you boys put those guns down? Say what? Whoa, we're not just gonna let you walk out of here. Who is we, sucker?Smith and Wesson and me. Go ahead, make my day. D. Ambrosia in the DA's office. Ask him if coffee is psychic.
还蛮酷的，不是吗？所以我们在刚刚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Clint Eastwood 嘴角有一点点上扬，然后讲说 Go ahead and make my day。 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会觉得他的讲法可能跟我的讲法，可能跟你以为想象的讲法都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要能够把所有的意思现在先放到旁边，就说你可以试试看，让我的一天非常愉快，那个意思先放在旁边，我们专心在他的声音上面。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连续播放 Go ahead make my day， 由 Clint Eastwood 所讲的 Go ahead make my day 这一句话，我们接下来就要重复听同样的这个句子十次，到你觉得很烦，到你觉得那个声音就在你的脑袋里面，到你觉得那个画面就印在你的脑海上面，那个声音好像你就算把眼睛闭起来摇摇你的头，你还是一直听到他讲说 Go ahead make my day， 直到那个声音印在你的脑海里面。 Go aheadMake my day. Go ahead.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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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day.Go ahead, make my day. Go ahead, make my day. Go ahead, make my day. Very good. 那现在你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在你的脑海里面听到这一句话？如果你已经可以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试试看把这一句话 copy 出来。Very good， 在你复制这一句话出来的时候，你所听到你自己发出来的声音跟 Clint Eastwood 他所发出来的声音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呢？如果有任何地方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的目标现在就是再重新听一次，每一次他讲一次我们就 copy 一次，然后试着让我们的声音要能够越接近 Clint Eastwood 那句话越好，是声音上面的接近。你希望把所有的语调、声音、长短都要能够最好是一模一样，我们试着去做这样拷贝。所以等一下当 Clint Eastwood 说一次 Go ahead make my day 的时候，你就要试着讲一次 Go ahead make my day。 我们练习五次，试着每一次都让你的声音更加的接近 Clint Eastwood 的声音。 Go ahead make my 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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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ahead, make my day. Very good, 非常好。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很接近那样子的声音的话，那你就只要记得说，其实不论我们声音 copy 的多接近，毕竟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声音不可能一模一样。这样子的练习目的是在帮助我们深度的在一些细节上面把我们的声音能够调整过来。所以重点是先了解它大致的背景的概念还有意思前后的关系，然后我们深度的重复的反复的听一个，我们深度的重复的专注的听一个部分，一直要一直听到它到你的脑海里面，好像长在你的耳朵上面，然后我们才开始 copy 那个声音，并且是用重复的方式，并且是反复的练习的方式，让我们的声音趋近于那一个我们所要练习的声音，让我们的声音能够越来越接近那个我们想要复制、想要去拷贝的那个声音。所以其实我必须要说，如果你忘记其他的这一些过程，重点就是一个，就是要能够亲耳听，你要把你的耳朵好像放到那一个地方，能够专心的去听它，专心的想办法去听到所有的细节，然后最后去把它 copy 出来。
Very good. So I'll see you next time at Rejoice English.